拉近与主炉的距离 ，Terry 将庞然大物扛回家。实木的椅子，这个摆在家里，让你一秒就可以到司马库斯，有了一个脏话，然后他就帮我搬回家。那个很重，那真的我知道很重，还可以拿起来做硬举。你要帮把这个举起来吗？一只手，一只手。两个手指头可以吗？为什么？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